咱顶回讲到第四十二愿啊，就讲个呢，是咱伫拜，下早是伫拜迄啊，明仔载开始来教恁拜啊。即摆到四十三愿去呢，啊，即头底个拢无啊，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。啊，这四关呢，这头底也无，后人加个编落啊，加编落，因为这真重要。啊，个这个阿弥陀四十八大关内底拢有，啊，内底会有啦，啊，所以啊，头一拜这拜是变了老高去无坑嘞，啊，这头底虽然无，但是拢有在拜。啊，那下马仔啊，就拜掉。下马，晚上，今天晚上就开始拜掉啊。这第四十三愿啊，本来是就照这边呢，第四十三愿是啊，这是呢实相啊，实相的愿。但是这摆给这四愿内呢。事无爱变呢，就变到第四十三啊，能拜第四十三愿啊。因为这阿弥陀佛的愿呢，四十八大愿内底第三十愿啊，智慧变财愿啊，第三十愿。阿弥陀第三十愿啊，伊安尼发，伊讲啊，世我得佛，各种菩萨啊，智慧辩才，若可含量者，不取增加。啊，伊讲假使我若成佛呢，我见到世界各种这菩萨呢，啊，智慧辩才，啊，若有含量者。不去见噶，啊，那讲啊，智无爱变啊，智慧个变在啊，当中无限量啦，啊，若有限量者，啊，有一个限量呢，伊就无爱成佛。所以咱往生极乐世界啊。真正这阿弥陀愿啊，咱占真大便宜。你一家呢，口才真歹拢话紧啊！你那好多念佛去叫世界呢，辩才无碍啊，智慧辩才有限量者啊。啊，有限量者，不取增加。我你可以讲智慧辩才拢无限量个啦，啊，无限量个，啊，所以讲呢，真济人呢，啊，烦恼东烦恼西，啊，烦恼讲啊，有人讲要来只出家，啊，我讲你都来啊，如果暗古我袂晓讲经呢，讲伊袂晓讲经啦。啊！唔知我个电视要买咧，我买去你个出街咧，唔敢咧，我就出街。啊！我讲我无一定爱你钢筋啊！啊！你钢筋是学都学久，你就晓啊！啊！你唔学卖学啊！你学修行好啊！啊！啊！唔是大家拢会晓啊！啊！只爱口才，当爱使啊！你经书啊，看真济啊，讲才好势啊！啊！你著豆豆啊学啊，啊！唔是惊你，著叫你学个会晓啊！还惊学惊，马仔叫你晓讲啊，哪有迄个代志个？啊，惊，唔敢来啊！所以呢，拢变烦恼一款代志啊！那个叫世界呢，智慧变财无碍啊！所以呢，那个坑里头底下落，因为这变财智慧啊，大家拢真爱。啊，其实啊，阿弥陀佛能成就变变，
修个啊完不完啊，当然就好的变在是不改啊啊，啊肯定命好头底，咱改念啊，咱就得到一直的观，智慧变在拢无量啊。啊，这智慧本在无量，那有限量就不去增加。咱伫个娑婆世界通常讲个呢，是数啊，数无碍变，数无碍变啊。有诶讲，数智慧变啊，智慧变啊，智慧本在。啊，爱即个是甲安尼相像啊。第一呢，就叫做法无碍变；第二叫做义无碍变；第三呢，叫做慈无碍变；第四叫做啊乐受无碍变啊。第四行内底呢，法无碍变，甲即个义无碍变啊。啊，这两行呢是。一地恩敬，一地恩敬啊！这咱通常这四项啊，就是一地恩这敬应机啊，世界无有阻碍啊。这四项内底呢，前两项华无碍变，甲义无碍变呢啊。这是恩敬，后边这两行呢是应知啊，一地恩敬，用这智慧啊，恩一切境界啊，唔是用意识哦，用智慧，你去到世界去呢，咱有无量的智慧啊，这智慧啊，等于讲。讲过啊，一切住啦，道种住啦，一切种住啦啊，乃至呢啊，先说到治疗苗观察地边等等地台湾经地啊，那叫无量寿经讲佛地不思议的不可证地，在先讲地无量无量最想圣地，这地呀、啊，这叫世界无量的智慧啊啊。啊用这智慧啊，令一切境界啊，应一切众生的根基啊，说一切法无所障碍啊，这里叫做数无碍变啊，这里法无碍变噶，义无碍变啊啊，这两行通常是恩敬啊，讲第一啦。啊，法无碍地啊，法无碍变啊，这是一切诸法呢，即名即相呢，世界零地零说啊，当中一知啊，啊个当中一晓讲啊，咱这一切诸法为人名，可以讲叫做麦克风啊，一目镜，这刀啊，这衣啊，啊。这个法啊，咱就加一个名字啊，好一个名字啊。啊，所以这万法啊，啊叫万名哦。那无量诸法的无量诸名啊，这名啊，一切名拢会知啊，一切相。回个麦克风啊，先录这个麦克风的相啊。多少多少相啊，一样一样相。所以这边这相呢，我隆重的怎样啊？所以呢，这叫这个呢，一切世间的代志，无所不晓啊，当然会晓啊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。在这佛呢，去念呢，就怎样？啊，十方世界啊，一切诸法，拢总会知哦。啊，而且呢，啊，不但会知，还会讲，啊，拢会晓讲啊。
说识灵啊，啊，灵知灵说啊，识解灵知灵说，然后叫相应，啊，叫明叫相啊，灵知灵说啊。这个都法无碍地啊，法无碍地，一切诸法的啊，叫明叫相啊，识解灵知灵说。第二呢，依无碍地，那依无碍边啊。这字就较深一层咯，啊！佮讲咱诵经，有个人呢，诵几世人唔知这本经咧讲啥货啊？啊！这是字，啊！这本经这本经的意义你爱知呀？重要呢，啊，将这个意义会通了后呢，提出来修行。唔是干那底下上咧上一世人，你唔知这本经的意思，无采你的时间啊！啊，你唔去思维，唔去想文思修，啊，你唔去想想这本经意义到底在讲啥啊？教人啥货啊？你爱知呀？啊，可以讲真济人真爱上我地藏菩萨本愿经，真济人爱上。来这到底的讲啥？你大概知哦。啊，来这教咱做起法门，重要你爱将迄来这意义法门来提出来学，唔是为一想。啊，讲破戒心经，大家嘛要背，咱下早时的啊，有讲呀，有点般若心经嘛，有哦，啊。啊，大家拢会晓背哦。啊，你抬头咧意思哦，拢咧讲空的哦。啊，你爱会晓观空，他一句就叫你观啊，观自在菩萨。现今破戒无漏未得时，照见我闻皆空。啊，含我闻有种唔知影哦，像咧有欲乱的都唔知。啊，不要就甲你讲色相心事。啊，但系拢皆空，唔过咱当然凡夫执意哦。啊！你唔该提出来观啊，就是讲为了念念这世人，你咪执有啊啊！所以诵经啊有功德啊，但唔是修行，大家不要错解啊！但那个是诵经，就是修行啊啊！佛安尼讲，讲咱就一起发啊，一起发、嗯、啊！咱普通啊，叫做药方，叫做药方，药方啊。药方啊，讲个白，人听个有啊。讲这句话是破病，破病。啊！啊，破病一定要有医生看。咱那辛苦的病，哪有医生看？医生给咱医好。啊，咱那精神的病，可以讲烦恼病。啊，咱众生就是烦恼啊，见识烦恼啦，啊，定杀烦恼、无明烦恼啦，啊，真济烦恼。啊，这款病医生给咱看好，医生无咋给咱看。X 光嘛照无，啊，断层扫描拢照无，啊，所以拢照无时呢，一般的开药你就绝对无得开药啊，啊，长大家来，我讲我这摆新药感正在流行，我温度计给你度看恁几度，啊，啊，你啊发烧，我讲咱人正常三十度、三十七度。这边就给你倒起来，三十八度，甚至高度四十度。我看你也做正，你莫做这样的大好事呀！大家跟你那里喂喂掉啊，这倒也出来了。你去以前看，以前我足济烦恼，你个倒看几度？无会运倒去，无会管你给你倒烦恼倒几度的，都唔知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烦恼就是病啊。烦恼病，烦恼病，辛苦的病，医生给咱医，
烦恼病影响不到，啊，吹佛咒，啊，佛吹在肩胛，啊，所以我那破病，啊，可以讲我胃病，还是肝病，啊，我肝病，我来医生看，不管你西医还是你，当我先给你开一张药单，对吧？开药单了，再给你吃药啊，你药单叫做药方啦，哎，大家听我听无啊？药单叫做药方。啊，西药嘛爱开，中药嘛爱开，中医甲西医拢爱先开。西医呢，就甲你注射，去药啊，药膳啊，乃至呢药水啦，互你当下当下食。中医呢，伊就甲你卖药啊，啊，内底药味真济啊，药味啊，药味啊，药味。即摆药味个哩买买买买买一贴，嘛，拢总个哩买三贴哦，头底同款药啊三贴。伊讲这尼话说啊，你等下哦，三碗装八分，啊，啊你三贴若食了呢，啊你个肝病就好起啊。啊若无好，你就过来，哎等下就装哦，装装就个啉哦，哦这肝病药啊，装装个啉。哎呦，我要哭死！苦口良药啊，真苦哎！苦啊，这苦的我不爱，不爱啉。苦个要搞嘞，我啉这条药单就好啊。啊，菩提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念哦。啊，啉这条药单，安尼我肝病好啊，未好啊？绝对未好的啦！你跟那啉药单要来好？一定要将这个药单贴药单贴装装的，该啉嘞啊！有头有尾，该啉嘞，三贴就贴真正好去哦啊！最上经就是念药单，将这本经的意思起来修行就是吃药啊！哎，大家听我听无啊？啊，听好哦啊！所以真多呢，唔知影上这修行，误导众生，啊，就是干嘛叫人上经，叫人上经，哎，师父叫你上经啊，叫你看经，啊，深入经藏，看经，经才爱看才开智慧，啊，然后呢，将这本经意思起来修行。啊，唔少一上，卡上嘛，迄几铺啊，尔佛祖讲的经足济啦，唔是迄几本啊，尔啦，一世人保证你看袂了啊。所以义呢啊，义无外变。可比讲，咱通常讲地水火风。这像前世呢，啊，没讲一本经一本经啊。这地呢，就是监狱，啊，地呀，就是监的意思，啊，定呢，土地就是真定啊。地水，水呢，就是水的意思。啊，水就是水的意思。啊，水就是水啊，火就是乱的意思啊。啊，风呢，就是动的意思，动意啊。啊，所以可比讲咱这水啊，啊，咱这地啊，
啊，就是建议；罪呢，就是失意；悔就是乱意；啊，方呢，就是动意。啊，所以每一个法呢，啊，一切法啦，啊，一切义啊，啊，咱拢会知影啊。那大家拢会晓讲啊，这叫做义不改变，义不改变啊。第三个叫处不改变啊，这处个是处啊，言处个处啊，拢相像啊。这个处啊，有两种意思。第一呢，这是随顺各方的言处啊，地变不改，随类得改。啊，这第一行啊，你词有爱变啊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呢，这随顺啊，啊，各方的言处，随顺各方的言处啊。我们台湾人说台湾话，美国人说美国话，啊，各方的言处，不学的人，他说我不学，啊，不学美国话，我不会，哦，不学日本话，我也不会，啊，只会说台湾话，会说国语，啊，这样我不会说。所以不要讲是呐，这种是处会变了啊。去美国呢，变一狗，要跟讲话啊，啊，讲未来啊，啊。所以呢，我都随顺各方的意愿啊。刚才这地球上啊，意愿真济哦，啊。也不是跟咱人了，咱人讲人话哦，来畜生讲畜生话，跟咱人的语言都足济，拢无共款哦。诶，方言嘛足济，方言啊，咱台湾平平台湾人，啊，客家话哦，啊，这闽南话哦，啊，咱无学人客家话，咱嘛听无嘛未晓讲。啊，所以这种是阻碍，弄阻碍啊。啊，佛呢，有佛啦，一音嘛，啊，都几足重音，佛啦用这样语言来讲哦，啊，大家拢懂在，拢听有，随你个得解啊。所以这叫做地不改变啊。虽然佛用是音，我来讲呢，所有众生拢听有，唔是干那人类呢。地界五鬼畜生、人阿修罗、天啊、释迦牟尼佛、菩萨呢，拢总听有佛的讲声。哎，所以这啊，这足不可思议哦啊！咱听诶，佛祖的讲人诶话，咱台湾人听伊咧讲台湾，咱实在伊咧讲，咱台湾人听咧讲伊咧讲台湾话。美国人听伊讲听伊讲咧讲美国话哦，日本人听伊讲讲日本话哦。其实佛祖是一音讲出来尔，啊，所以我都随顺一切众生，啊，所以呢。啊，生活了有遐几个，遐几个的感觉，大家拢总听有，啊，所以咱凡夫啊，啊，咱都无法度，跟那这语言真济啊，
要学个晓，唔要学个定时哦。啊，咱念这点阿弥陀佛呢，啊，那词无爱变，然后往前给到世界去呢。啊，各所在的众生，咱拢有那个说法，啊，拢个那语言拢会通，啊。所以这个的词无爱变啊，地变不改，水变得改啊。这第一个意思，第二个意思呢？意呢？语言多处无尽啊。一级的意思，一个语啊，语言多处无尽，多处啊，那个经济宽，词句。啊，嗯，无尽的处置啊，安尼讲，一小处呢，语言多语，嘛，我到一真少的处，很真济个，啊，一个用多处来演，一小处演多语，啊。这种叫做词无爱变，叫做词无爱变哦。啊，第四呢，六说无爱变，这六说啊无爱变啊，这是随着众生心所好乐啊而说。啊，这众生的心啊，各人的心性无同。欢喜无同，啊，随着众生的好乐而说话。讲有诶爱听大声诶，你著爱讲大声好话会听；有诶呢爱听小声诶，你来讲小声会听。你讲大声呢，伊无爱听。可不讲发话经，啊，你大家拢会晓上话经，叫会要上话经的时阵呢？为了节约土著的时间，不必讲。啊，请接着嘞，啊，那地主请伊讲嘞，讲，伊嘛不必讲。但那个五千个修行的罗汉，啊，离开迄个会场了后呢，伊才开始讲。啊，阿就问伊哦，啊，地主起来问。哎呀，释尊啊，你来，等下啊，迄五千个罗汉出来，你才要讲。哎，五千个罗汉，老人家听就好啊，你来买，买给老人家听，你来，等你走，你才讲。以往这五千个罗汉呢，就是乐听啊，小声啊，乐听小声的话。大声的话，人都不爱听。所以你若讲话听，真可能呢，会诽谤。小声啊，会诽谤大声。啊，诽谤大声啊，罪过真大。所以会就自卑啊，不爱讲。啊，但那该五千的罗汉出来了后，五千比丘出来了呢？啊，人家开始讲发话经，啊，对啊，这里叫做乐少，看爱听啥话啊，爱听大乐门大声者啊，伊就讲大声的话，讲大话；乐门小声者啊，乐门小者伊就讲小声话啊，对随机拢会受益。啊，在第五日，啊，伊欢喜要听，伊就会开悟。啊，无欢喜听的呢，无适应的呢，你家讲，你不爱听，那就讲咱坑人念佛。啊，咱在念佛讲会了生死，伊就不爱听你呀。讲这里讲伊也唔听，真济人真心实话，世界阿弥陀佛。啊，伊笑笑，啊，伊袂甲你讲阿弥陀，
咱去个一贯道个餐厅啊，食饭。咱普通居民呢，啊，伊就甲你讲欢迎，啊，欢迎你，欢迎欢迎啊。啊啦，信徒的诶，这所去餐厅居民，阿弥陀佛，看咱就阿弥陀佛啦。哎，啊，你讲阿弥陀佛。伊嘛袂甲你阿弥陀佛，啊！伊袂输点阿弥陀佛，听到啥物话，真卡掉咧，安尼讲袂出来。伊袂甲你阿弥陀佛，啊！所以这呢，就是伊无欢喜点啦，啊！咱等到真正拢嘛是安尼，啊！所以这世人死啊，一贯都死啊，迄间。去清水啊，五车啊，共念一个一贯道的，衫拢穿白的，衫穿个白条啊，啊，咱个脚头拢是白，伊脚啥物呢？脚迄米着真紧，啊，米真紧，毋是佛祖讲应该是白的啦，啊，印碟黄个布，那脚迄哦。啊！诶，信一贯道诶，那在西方三圣伊毋是哦，啊，伊中在弥勒祖师，因讲做弥勒祖师，其实做弥勒菩萨啦，啊，当然还是弥勒尊佛，因为因一贯道讲做弥勒祖师，啊，这边呢，咱讲观世菩萨，伊讲南海高佛，啊，啊，这边呢，啊，一才。这空显书，因才三尊哦，啊，我啊，咱这无再去想来，啊，把这拜了呀，搞些款点名来拜了呀。那么阿弥陀佛，有诶敢对咱念，有就不爱对咱念嘛，啊，第二拜那么观世音菩萨，第三拜那么大势至菩萨。无念面顶去三尊啦，啊，咱就要个念去极乐世界啊，那无要去弥勒天，弥勒菩萨都出天啊，弥勒菩萨无法管讲你念我的名，我就要来个你面头来个你接引啊，是咱家己有功夫才发到去呢，咱要多生功夫，啊，无遐简单啊，所以呢，真济呢，有诶啦。伊就不爱念，含只简单只好个呢，伊嘛唔念。所以咱遐世人开始啊，一定爱遐世人早年来开始啊，再生到安尼啊，你也无讲是错道理，有一天伊若要对你念呢，伊就唔对你念啊。所以我就个开始哦，啊，这个看，来这个价钱啊，突然离倍啊。面顶冰箱顶教迄领个啊，弥勒真经，我来甲收收起，真正去边啊啦，那底教就好啊，真正免教。啊，煞顺咧洗面啦，我那底教就好，真正无教。啊，我问讲啊，平时有念佛讲有啊，啊有念佛你来甲创者，创者这是哪一贯道的，啊就是。规地拢是一贯道，隔壁亲戚朋友拢是一贯道，啊，所以就个冲安尼哦，啊，就个开始时咧呢，啊，我讲你也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你也念阿弥陀佛咯，阿弥陀佛过来给你抓去哦，啊。我白讲，你的菩萨无法管咩个人错。我白你讲，我讲哦，啊，那看到这空什么书要给你错，你莫该去哦。啊，哎，这是这空什么书啦，啊，不极乐宝啦，啊，一贯都要信，要给错，你莫该去啊。一看你六道轮回，啊。我们对这地界是无量之苦，你看贵的奇个哦，啊！地界破破旧为心肝，枕头剁卡流等挂到莫当挑，怎样顶刀山剑手够痛苦的哦，啊！
我只我唔知你家己吓呢，迄地龙菩萨本经内底安尼讲呢，都对对地家都是安尼哦。第五贵哦，啊，一年赚的全部不出来他家，所以说人了有人啊，冇得生老病死的痛苦啊，所以贴身啊，多只只细只，第一个第一多只用太难看起呢，有够恐怖呀，啊，这生个天堂天顶哦，生个天顶。啊，好乡亲的对话呢？第二呢，佛教以外宗教，侬可能是去天堂，去到搞天主教、回教、道教一贯道，你信一贯道哦，啊，一贯道呀嘛，侬肯定是去天堂哦，啊，你那道亲哦，你该问，啊，还是其他宗教人你该问，你看我生去的天堂，到底是几层天安怎去？看知影，看会晓甲你讲哦。含几层天安怎去都唔知，干呐要靠你坑，干呐坑你去你天堂啊！要来台北买有台北，唔叫我落去台北。那无台北，你干呐叫我去台北？哈哈，哎，所以一定要伫咧台北，有咧所在，那唔叫哪去啊？啊，天堂未死哦，嗯，天堂天顶啊无路啊，你看要哪去哩个？啊，要安怎去？你该问。圣人的佛法呢，这个是智慧的宗教，不是迷信啊。好多有个人教，咱家己爱对着讲爱深入经中，不是对着咧诵经啊，看经去，看看爱了解啊。所以呢，我就该讲哦，啊，我讲这天啊，有些八层天，弥勒菩萨的第七层那个叫多数天，啊，我第一层那个叫四王天，这一层天呢，叫做陀利天，玉王上世的天叫陀利天，第三层那个叫阎罗天，第四层天呢叫做多数天，啊，多数天分作内因跟外因哦。外因就天人的大哦，内因呢就是弥勒菩萨的讲本，安尼教化众生的哦。啊，这生去第四层天哦，一般你生到外因去哦，啊，真济人发愿讲要天生多数天哦，结果你生的外因哦，唔是生的弥勒菩萨的内因哦。啊，看到三菩萨啦，五座菩萨啦，个什么菩萨？狮子、雪菩萨，啊，个几个嘞？天青菩萨，啊，所以这三菩萨呢，做会修行，啊，三个也名品，三个当讲要去多帅天，啊，菩萨呢，按这。哎，真高兴侬要吉祥哦！啊，天青菩萨，苏州结菩萨、噶上山菩萨，都在讲啥个家？三爷的，讲今晚来往生去弥勒菩萨的呀！啊，等来讲哦，啊，等来讲，正面讲来那种去哦。结果四十劫菩萨先临终，啊，这摆临终了呢，但拢无消息，无消息啊。了呢，天青菩萨，都圆寂啊，圆寂了呢，啊，伊就生于弥勒来因，啊，因这是。这就是天青菩萨有这个往生论啊，叫往生论。所以因为去弥勒菩萨就足简单，伊就往生叫做世界了，伊就发到去啊。啊，一刹那往生叫世界，一刹那就哦去弥勒菩萨的呀。啊，所以呢，经过四年呢，才等那个啊。成菩萨
住在广山菩萨，天亲菩萨、四十九菩萨，还有个什么菩萨？啊，无著菩萨，啊，天亲菩萨跟无著菩萨是一样的呀，啊，无著菩萨一样的，啊，经过四年才等下来讲，伊讲啊，你来个主人等下跟我讲，伊讲我去弥勒菩萨了，啊，然后哎，个顶礼一个。啊天宫殿或者是时间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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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不怪呢，这个气呢，我这水都等下来了，咱家经过四年，四几几几呀，咱家四八年，安尼四年等于几分钟啊，几秒钟啊，等于几秒钟啊，你啊，啊，你个地方嘛，啊，上边讲嘛，但无人啊，爱得解问哦。问讲哎，有做菩萨，太拢无等下你去有看无？伊讲哦，伊出世伫外院啦，伊往生去伫外院，无伫内院啦，去有遐天女袂去啊啦，遐天女袂啊，欲界天拢有男女，叫天女袂去啊。啊，啊第五站呢，阎罗天；第六站呢，第三天阎罗天，第四天天菩萨天，第五天天呢化乐天，第六天天呢我的住宅天啊。所以啊，拢有明清啊，要安怎去佛祖拢有交代，拢爱有禅定的功夫，爱做十善，才会生起你欲界天。禅天呢，都爱你也要。禅定的功夫啊，所以呢，是简单啦啊。而这个随类界的界啊，咱啊，爱知影一切众生的语言啊，咱就发这个道化啊，这是。咱通常讲的树不改变啊，那《华严经》内底呢，《华严经》内底有十行，有十行辩才啊。第一行呢，叫做一切法无分别辩才。一切法无分别辩才啊，咱普通啊对这法拢有所分别啊，讲大圣小圣啊，什么法什么法什么法啦 来去一切物件拢叫做法。多了衣啊啦，啊厝啦，麦克风啦，那拢有所分别，有所分别啊。啥物叫做一切法无分别辩才呢？但这一切法拢是因缘合合，希望有限啊，拢是缘生法啊，所以缘生无限。啊，生无生，啊，这个不分别，一切物件拢是因缘所生法，啊，可以讲杯啊，这杯嘛因缘所生法，麦克嘛因缘所生，都啊应该拢是因缘所生法，啊，虽然是各行无共款，但是拢是因缘所生，无因无缘，绝对无这个杯啊。嘛无麦克风啊！什么是因呢？咱这点心就是啊，
讲话上细声，后边人听无，啊来发明这麦克风。但这两心就是音，这物件组合起来，就叫做音。啊，就是麦克风。啊，要啉茶未方便，啊，就爱发明这杯啊。啊，壶个壶个杯啊，一破起来，像不锈钢个不锈钢杯。但这拢总是因缘，啊，无因无缘的无这个杯啊，有因有缘的这杯，有这杯了后呢，在这款条件之下，伊会成立，啊，离开这条件呢，伊就无去啊。在这个因缘之下，伊成立，啊，可以讲咱现在啊，三十多，啊，三十多。这杯也未破去哦，你要讲一万多，伊就劈掉就破去啊，离开这姻缘就破去啊，那只我手个棒就砰的就破去啊，姻缘散去啊，姻缘散呢，这物件就无去，佮着姻缘变离吧，啊，希望就明灭，姻缘啊符合，希望啊就明都啊都安心。做这个法，啊，咱这辛苦嘛，同款。因缘的和合，咱这辛苦呢，我地水火风和合，咱是健康的人。地水火风那不掉，咱就破病；地水火那散去，半段穿开就死去，风带不来就死去。啊，了火带就照辛苦就冷去。啊，去火葬场烧烧的，水分蒸发掉的。啊，最大造的成就被骨头啊替代哦，啊，所以这物件拢是因缘生因缘变的，就叫做无分别的变在，啊，一切法呢无所作变在，这一切法啦，无所作啊，啊，这无所作呢，就无所作为，无所造作，啊，无所造作，单因不立啦，啊，众因符合在成就，啊，所以一切法呢，无功能有作用，啊，无作用有功能。啊，讲这杯啊，啊，你讲就是讲地，那个功能啦，啊，无所作呢，啊，可以讲，慈悲喜舍啊，啊，常乐我净，常乐我净啊，我咱啊拜一拜，解脱三昧。清净三昧，解脱三昧。这个叫空释陀门，啊，无厌释陀门，无照释陀门，无照，无所照照。啊，咱凡夫啊，拢有所照。啊，你有所照呢，你就会有所做啊。你那有所作呢，都有所得，啊，有所得。有的人爱做做钱，啊，这本事，啊，这本事，啊，我编的哦，我做的哦，啊，我啊写的哦，啊，我有这做做钱，别人袂使跟我印，啊，假印呢，我就啊要给追缴。啊，嗯，咱这佛法甲别款无共，啊，嗯，咱这佛法没有版权，啊，因为佛造的啦，唔是咱的，啊，所以啊，照讲是没有版权的，但是有的呢，就爱版权，那要保护他自己呀。
啊，来编一次，编一伊啊，佛经内底呢，伊就讲要做做钱，其实啦，只能佛做，唔通做做钱，欢迎人欢迎，欢迎啊！佢讲，下人讲嘅经啊，你们欢迎上盖好啊，出听听，我就讲，哎，大家即使如何小心，你那要引拢去引。啊，花开见好，啊，出第一次，您要引弄个啥个引？对吧？这边出这啊，这电视讲个这啊，这拢要个出出来，啊，可能了300集，哎，出得这大铺个哦，啊，欢迎人引，欢迎，啊。合主因，乃至恁家的因拢会使的，因为呢，唔免有做钱呐，啊，你若是讲有做钱呢，别人袂使介呢，你就是有所作啦，有所作，有所得，啊，你有所作无紧呢，要个严重就讲有所得，啊，所以第三呢。一切法呢，无所得啊！咱就好话讲空，啥物讲空，叫你卖掉。但是这个辛苦，辛苦你嘛无得，无得讲我这个辛苦啊，我这辛苦啊，我要来接当命哦，我破病给那医生看，破病医生看好了，但是唔免求当会少啦啊。健康起来拜佛念佛啦，莫健康起来我歪拜啊，我要来享乐啊，哎，都唔掉下哦，啊！但是真济病医生无找伊个，你得爱放弃。可比讲癌症啊，真济癌症真正医生医袂好，诶，医生啊，伊家己咧医癌症。伊家己丢癌伊嘛会死啦！我顶摆新闻看咧，台大是全省上届是有名诶病院哦。台大一个医生才30多岁咧，专门咧讲伊肝癌诶。结果伊家己丢肝癌死，哈哈哈！啊，想他安尼呢？想他呢？都无一个活啦！啊！你个手术掉，手术伊嘛个生，哎，你那不用好好啊，真困难啊！伊讲这个，哎，因孙哦，啊，疫苗因哦，迄肝癌嘛，才8个月尔，哎，不然我家己。我就是讲怕着惊去，你8个月囡仔尔，一定是惊着，连伊都好去啊！我讲也是惊着了，暗时也困袂去了。伊讲唔是大事啊，着着肝癌啦！我这细汉啊，连8个月来着肝癌啊！伊讲不但着着个真大粒哦，13.5公分。比个头哦，咱这13公分真长嘞，还是公分，13公分嘞，反正比个头不大了嘛。哎，我这么不到地就生呀，用不到地就生呀，不到地生肝癌嘛。啊，哎，后来那那个加持，啊，你囡仔呢？你个讲你嘛听不啊？8个月，佮讲个来听呢，哎，叫养老人嘛袂晓了嘛，哎，这来了就佮加持，来就佮加持啊，啊，就爱加持持嘞，经过一阵仔呀，讲5公分呀，我哎呦，你佮袂歹哦，好菩萨，哎，你感应哦，啊，伊老爸讲，讲医生也讲安尼，也佮袂使，啊。袂使手术，佮为一个刀，哎，那个肝三角里哦，13.5公分比肝较大哦，哈哈，这不5公分呢，
啊，伫咧肝诶中医讲，伫肝诶中嘛未使手术，我无安怎在咧做手术。伊讲啊，那是这个从不正常，你啊个滴滴走这个肝尾来，安尼才使手术。我讲啊，这癌都会听咱诶话呢。做华人咧听话，唔知发到炸，唔知会死世间咧。伊讲我对医生安尼讲啊，啊，来个加持，诶。他这个胃啊，听见四个肠胃症状，现在照着肝胃来哦。啊，医生就把那个割掉就好去啊。我什么的什么卖瓜干未使，卖瓜，你看大条都春枝树啊，你啊卖瓜干没样未好。但是呢，就是那患就是患，无这款信心就对了。所以你看大条变成细条吧，我照着肝胃来哦。你讲我说啊，这肝个割掉去生啦，把款器官。挂别个肝，挂怪个肝，看安尼好啊！安尼就个挂好歹啊，那个挂掉哦，哎，无话姑娘就生出来，生个家的，啊，个肝拢受伤，受伤好些好些啊！啊，我问我呢来几遍啊？伊讲来六十几遍呀，六十四遍，来加持六十四遍，看爸母无信心哦，啊，我辛苦。做你落岗哦，哎，人家我坐这椅呢，来驾车的是变好去，啊，那不是用好啊？你讲看你们含手术都未使手术啦，啊，温死的啦，啊，这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他安慰信心，啊，今天变不是以前我讲也有啊，嗯，啊，然后。那呢就唔好着啦，啊，唔好着，就是家己辛苦嘛，唔好着。知影讲肝病，咱来拜佛念佛啦，拜佛世间四无拜，拜了阿弥陀佛，对哇，好个就拜佛嘛，死呀，对哇，啊，你用讲修行啊，你惊死惊啥？啊，我要用割掉，割掉甘蔗，割掉嘛未好啊，物理治疗、化学治疗。你个头毛得了了去啊！我来出街上好，一个唔哦。刚我食药食好，那个无半数。查甫人爱头毛哦，查甫人剃剃个短的，话紧哦，叫你讲，应该你剃剃掉。哦，你当然莫输啊，未使啊。但你那破病食药食个落去哦，安尼拢会使哦。哈哈，哎，食药落去会使啦，啊那输也剃到都敢剃剃出街讲你未使啦。这个颠倒，啊，这东西有所着啦，哎哦，然后呢，那一切法啦，啊，无所着的变在，啊，我看时间已经到，剩的明仔用着个讲，嗯，这嘴话你充满阿弥陀佛。